俗语四十不多欲，五十不多情，后面五字更经典，却少有人知。早在2000年前，孔子就说过，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，五十知天命。人到中年，褪去了浮躁，越来越明白，争争吵吵不如修身。老祖宗留下来的一句俗语，四十不多欲，五十不多情，便是民间百姓对于修身的高度总结。这句俗语后面还有更经典的五个字，蕴含着很深刻的道理，可惜很多人不知道。一，四十不多欲，这句俗语是想告诫我们，人过四十不要有太多的欲望，否则便会伤害身体。在古代，四十岁被叫做不惑之年。据统计，汉代百姓平均寿命22岁，唐代27岁，清代33岁，直到民国时期也才35岁左右。即便是养尊处优的皇帝，平均寿命也不过40岁左右。因此对于古人来说，40岁以后是人生倒计时的开始。而所谓四十不多欲，指的是人到了40岁就该考虑收心，淡化欲望了。金钱、权势、荣誉、美色固然吸引人，但也到了该放下的时候了。毕竟雄心是主观的，而身体是否支撑得起是客观的。正如古人所说，纵欲之乐，忧患随焉。人到了40岁，身体开始走下坡路，从养生保健作为出发点考虑的话，也该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。作为现代人，刚刚进入不惑之年，正是家中的顶梁柱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更要保重好身体。二，五十不多情，这句俗语是要告诫我们，人过五十要学会知天命，不要太情绪化，该放下的就放下吧。在中医理论上有抑郁成疾的说法，意思是压抑的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处理，会导致疾病缠身，甚至影响寿命。西医理论上也认为，情绪如果不能及时得到调控，会导致人体激素混乱，进而诱发一系列疾病。有位老先生常常去家附近的一所报刊亭去买报纸，在接过报纸后总会顺口说上一句谢谢，可是报刊亭的老板总是无动于衷，永远保持着一副冷漠傲慢的样子。邻居看不过去，就问老先生，他的态度那样不好，为什么还总在这里买报纸呢？不如去别的地方呀。老先生笑着回答，为了与他赌气去其他地方买，我要多绕一圈，太过麻烦，再说了，没有礼貌是他的问题，我何必为了他让自己也心情不好呢？那些只需一句话就能够解决的事情，一转身就能过去的事情，又何必要让自己气上一整天呢？遇到糟心的小事，扭过头忘了便是，耿耿于怀，只会为自己徒增负累。就像杨绛先生所说，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，到最后才发现，人生最曼妙的风景，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。所谓五十不多情，便是说人到50岁，身体机能处于衰落的状态，如果还因为生活琐事而导致情绪波动，心态大起大落的话，对寿命也会产生巨大危害。很多老年人因为生气、愤怒等刺激因素出现病危状况，就是典型的例子。因此人到了50岁，就该学会看开一切，不要让情绪方面的事情干扰自己的日常生活。三，六十不多时，最后这五个字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长寿方。这句俗语意思很简单，人活到60，不仅要保证心态平和，日常饮食也要格外注意。人到了60岁，消化系统会出现一系列的老化和衰退，这时候如果不注意饮食方面的节制，很可能导致肠胃系统出现紊乱，而肠胃系统如果出现紊乱，就会干扰和破坏人体的营养吸收，这样下去最终会对人的生命健康造成极大损耗。所以只有积极控制饮食，才能健康长寿。因此到了60岁，要学会控制饮食。有钱难买老来寿这句话，大意上也差不多如此。老祖宗的智慧实在令人钦佩，总结的一些经验和道理至今依然让人受益匪浅。其实不论是四十不多欲，还是五十不多情，或者六十不多时，其本质上都是考核一个人的自我控制能力。人类之所以能成为地球的掌管者，主要原因就在于人类有理性。所谓理性，可以理解为人类对生活方方面面的控制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那么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，因为不知道节制欲望的人必然会被欲望反噬。今天分享的文章到此结束，喜欢请转发关注，感谢你的支持，祝大家平安